病是不是？哎弟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他们弄出去，大家都会死的。打我！你去打你，他们进小编大表，你快去把他们叫回来，再把小编。聪聪请放心。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我没有被感染，我只有点烧，现在我可以出去吗？他们不会让我们出去。你小刀刀，一旦今天出卖，你们接下来这样，我让我们干掉。你们看我的手，出来！